老公，你看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？嗯，哎呀，你怎么又买新衣服了？就咱楼下你张姨的儿媳妇呀，一年到头一件新衣服都不买。你说说，人家一年剩多少钱？可不买新衣服，那我穿什么？以前的衣服都瘦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可以穿别人不穿的旧衣服呀。明天呀，我就问问邵阳的妹妹，看看她有没有不穿的旧衣服。谁家的好日子呀，都是省出来的。可是妈，你身上那件衣服不也是才买的吗？那凭什么让我？哎，妈说的没错，咱家呀就得靠你省着。我省？小胖，我去万达广场呀参加广场舞比赛呢，你开车送我呗。妈，不行呀，我算了一下，上个月咱家车加油花了800块钱呢，咱得省。你再说了，咱家到万达广场才5里地，你走路去吧。你哎呀，这怎么都是素菜，一点肉也没有呀？妈，现在猪肉太贵了，得10几块钱一斤呢，咱们得省。妈，李芳她说的没错，这好日子她都是省出来的。那你们怎么人手一个鸡腿，我怎么没有呢？啊，这鸡腿啊是李芳从公司拿来的，没花钱。是啊妈，不过这鸡腿呀太油腻了，您肯定不爱吃，所以就没给您拿。喷香水了，今天这么好闻。没有啊，你知道的，我从来不用香水，我呀是换洗发水了。什么洗发？哎，这怎么断电了呢？这妈，是我关的。什么？哦，妈，今天下午呀李芳去请教了一下张姨的儿媳妇，她在家呀就是这么干的。对了，我跟李芳要出去一趟，您呢就早点睡吧。啊，哎，你把闹钟给我留下呀。